马华绝非是一般人所说的是个种族主义政党，反之，如果仔细研究我党党章和各个领袖的作风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除了党籍方面必须有特定的血缘限制，马华大部分的主张和斗争方向都是以族群和谐与平等为依归。 从东方主义而言，你可以说马华拥抱中庸之道；从西方政治学而言，你也可以说马华奉行新保守主义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必须阐明，马华从来不反对社会的变革，只是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，按部就班。同志们，党团来到了历史的 重要时刻，我知道兄弟姐妹们对于时局的不满和愤怒，但是我们要撑，要将心中的那团火化作动力，全面配合党团的改革目标，为美丽的马来西亚继续奋斗，为美好的将来投入我们的热血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坚持 是为了美好的明天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总团长。紧接着，让我们以掌声恭请大会开幕人。